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这标题先念给你听 ：Maker of suicide pod plans to launch in Switzerland。所以啊，这说不定是就是我的未来的哈。其实我还大概蛮期待的。This is how I want to go 。所以这个 Maker 他计划要来在瑞士 launch 这个东西。连瑞士这个字我都觉得值得补充一下 ，Switzerland。那另外一个地方叫瑞典 ，Sweden。OK， 我自己常把这两个国家搞混了。那、啊、希望你可以知道了，所以我把这两个字也打一下好了。所以这个字Switzerland， 那另外一个是 Sweden， 对，瑞士跟瑞典。那 suicide pod 是什么鬼啊？啊，所以自杀叫 suicide。什么是 pod？ 我们理解一下什么是 pod。你知道那种豆类植物？我这边直接给你看，这种豆类植物。我们通常叫这种豆类植物、豆科植物叫 legume。那加个 pod 是什么？就载着它的这个东西就叫做一个 pod。你可能会想 ，iPod 不就是 pod 吗？呀、yeah,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哦，像这个东西一样，然后里面载着音乐，有没有？所以以前它叫 iPod。那它现在设计的这玩意儿啊，我们来看一下，放到哪里去了？哦，在这里。OK， 所以这个 pod 是什么？就这样子，你看像不像一个 pod？ 然后你是豆子装在里面。所以任何能够装人的啦、装东西的啦，然后让一个东西可以在里面休息着，一个停滞者或之类的，我们就可以称这个东西为一个 pod。你知道很多电影里面，像例如说你看到那个外星人系列的，有没有什么外星人、异形系列的、啊，就 alien 系列的，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普罗米修斯啊什么之类的？那你看长期太空旅行啊，他们会被关在一个 pod 里面维持住身体机能。所以那个你就可以称为一个一个 pod。好，所以 pod 这个字大家懂了。所以这是一个能够 3D 列印的一个 pod， 然后可以放在任何地方，然后来干嘛？让你自杀用的啊？为什么要自杀？我你知道吗？这就是有的国家想要通过，让你年纪到了、啊，然后可能病痛啊。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富达人，如果你记得的话，一个他是早期的体育主播，小时候我就知道他，然后他因为年老了病痛了，他就觉得啊，让我走了吧。所以他那台湾又不合法。所以最后还是真的又到也到了国外去，然后就喝个毒，然后就走了这样。所以我们这边学两个字，第一个叫 assisted suicide， 这叫协助自杀。所以他们给他个毒，然后跟他解释你喝下去就会死咯，那你现在确定想好想清楚了，签了什么自愿书这些的，我没有害你哦，是你自己要的哦。所以这样叫做协助自杀。那另外一个词叫做 euthanasia， 这个词发音就意思叫安乐死。这个不是我协助你自杀，这个是我把你杀掉。所以安乐死在有的国家的争议就是，这事实上是违法的，因为你这跟杀人没有差，这是 homicide。那可是有的国家则是经过这个法律的这个反正通过了啦。像例如说，我不知道其实 euthanasia 是不是在有些国家是合法的。我记得以前教书的时候，就我曾经做过一堂这样的课 euthanasia。因为 euthanasia 可以分成 voluntary、involuntary 各种不同的小分别，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因为我也好几年没碰这个题目了。但总之 ，euthanasia 在有些国家，刚说的被认为是 homicide， 甚至简单就是 murder。我看到文字 ，fuck， god damn it， oh cool， 打到了，好 ，all right， 对不起哈，那的确很像是有没有？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我帮你打个毒针啊，什么干嘛的，这个跟我执行你的死刑是一样的耶。So euthanasia 总之比较有争议一点点 ，assisted suicide 我觉得它的争议度会小一些。好，所以它总之两个是有不同的。好，另外再讲一个词，我这边有笔记先做好了，就 capsule。所以刚回来这里，这个东西啊，除了叫它 pod 之外，你看它像不像一个胶囊？有点像，对不对？所以你叫它 capsule 也是可以的，其实。那七龙珠，你如果记得这个卡通漫画的话，那个里面那个布马那个女主角，从小跟那个悟空一起长大的，她家里面就是一天到晚做一大堆 capsule。如果你记得的话，那公司我记得居然叫 capsule company 还是什么鬼的。好，所以 anyway， 我们这边稍微读一下它的内容 ：The company behind the 3D printed pod, which can help carry out assisted suicide, has said it is confident it could be used in Switzerland as early as next year。所以这家公司啊说了。他有信心 ，it is confident that 他能够在 Switzerland 使用 ，as early as next year， 所以最早在明年就能够在瑞士使用了。那他这个 3D， 所以 carry out 是这个执行 carry out， 所以他能够帮助你执行 assisted suicide carry out。
我们常补充这些词，像这个补习班啊或之类的，高中的学校课也是一样，所以 carry out 是执行。那还有一个词叫做 implement， 也可以翻译成执行，甚至 execute 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执行这样子。所以我这各种几个变化，那 execute 这个字我多讲一下哦。如果它变这个形状的话，形容词，那我真的有听过一个补教老师把它念成，因为他前面这个 execute 是执行嘛，他就把它念成 executive。那我没有听过人家念成 executive， 如果你有听过，你可以告诉我，说明在某些国家真的念这样，是我自己不知道。可是据我知道，他在北美的念法一定是 executive， 所以不是，再讲一次，动词 execute， 如果你要变名词 execution， 形容词 executive， 不是 executive。好，所以这个补充一下下。好，那 OK。Alright，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这边一个词，好 ，ingest， 我们直接看，yes，alright， 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就是它的法律上的一个辩论 ，legal debate。The current method used in Switzerland is to provide the person with a series of liquids that, if ingested, will end the person's life。所以我刚说的富达人喝那个毒啊，就是这样。所以目前的一个在 Switzerland 使用的，就提供这个人 ，provide the person with what， 给他什么呢？一系列的毒的液体啊 ，a series of liquids that 那这些液体，如果你把它消化下去了的时候，就一定会死掉。所以这边有个词叫做 ingest。OK， 那什么是 digest？ 我刚讲消化可能是讲的太快哈，所以 digest 才比较好翻译成消化。那 ingest 怎么翻呢？吸收。OK， 所以或许消化跟吸收，消化比较像把东西 break down， maybe。那 ingest 则是进入你的 system， 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词是有不太一样的概念的。所以你只要 ingest 进去，它会 end 你的人生。那 by contrast， 而跟它不同的是 by contrast， 这个写作很常提到这个片语 by contrast， the pod 就刚讲那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胶囊 ，which can be placed anywhere is flooded with nitrogen。所以它在里面把它灌满了这个氮气 nitrogen 氮这样子 ，reducing the oxygen levels。rapidly， 所以很快的降低你里面的氧气的这个程度，所以没氧气你就会死啦，对不对？所以 the process would make the person inside lose consciousness and die in approximately 10 minutes。所以这个过程会让里面这个人失去掉意识，然后十分钟左右，大概十分钟就会过世了。所以这个方法好像还不错。OK，All right， it's a little depressing to talk about this， I guess， but I don't know。We should talk about it， 因为像我自己不打算生小孩，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以后不会有人送我的话，我就要自己好好的送自己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应该会是我的归宿。And I feel comfortable talking about it。All right， 好，然后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呀，可以，这个 go ahead， yes。所以那你可能会，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或许是，那这个机器如果真的通过了，那或许在 Switzerland 用吗？那 OK 啊，我们要去就飞过去，像富达人一样，对不对？不对，这边你看下面继续探讨的是，他讲的这个小标题叫 Doctor Death， 死亡医生哈，什么意思？死亡博士。他说，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这一个创造的人，他真正的意图其实。So if the machine gets the go ahead for use in Switzerland, the part will not be offered for sale in the conventional way。所以这个机器要是今天真的在 Switzerland 得到了 go ahead 的话。这个 gets the go ahead， 也就是得到绿灯，过了，通过了法律啊或什么这些不同的层面通过了 ，gets the go ahead。所以 go ahead 就是哎 ，you go ahead， 你去吧。所以 go ahead 其实动词用法就是我可以借你的厕所吗？你当然可以说 sure， 你可以说 I don't mind， 你可以说 go ahead， 请用。所以 go ahead 就是有时候会这样子用在这样的地方，请人家进行吧。所以这个东西 gets the go ahead 就是 again， 我们就说得到绿灯 ，gets the green light。所以要是在瑞士过了，这个 pod 呢就不会用传统的方式来卖。The pod will not be offered for sale in the conventional way， 用传统方式什么意思 ？Instead， 取而代之 ，The capsule's creator Dr. Philip Nitschke，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念 ，said he planned to make the blueprints available so anyone could download the design. Thi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free. Oh my god！ 所以他计划让这个 blueprints 就是他的蓝图 available 是。随便可以，大家都可以取得。So anyone could download the design， 你就可以把这个它的设计啊下载下来。然后呢，它就是免费可以使用的。Thi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free。Wow，
如果说今天一个东西它是不需要收它什么版权之类的，我们有一个词叫做 royalty free。所以你不要royalty 不是皇家之类的嘛？没有 royalty free 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替这个东西付一个版税使用费给他哦 ，royalty free。像我的那个 YouTube 频道里面，像我的影片有一个背景音乐，我都有确定这个背景音乐是我可以合法使用的，我不会去偷人家音乐来用，所以我确定这是 royalty free music，royalty free。所以虽然他没有在文章里面用这个字，但也告诉你 royalty free 是不需要的这样。所以他的目标是来让这个东西去医疗化，所以他不希望这一种协助自杀是一个医疗层面的东西。他认为这个是每个人自由的权利，你不用走医疗路线的这个 process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下一段他说的是 his aim 对不起 is to demedicalize the dying process。 哇，这个好酷哦。所以 medical 形容词 medicalize 把它变医疗化 demedicalize 让它不再是个医疗方面的东西 the dying process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酷、哦，所以有这么一个网站叫做 Exit International， 好酷的一个网站哦。Exit 就离开嘛，你知道，所以国际离开 I don't know NGO， 所以它是一个 voluntary assisted dying charity， 所以呀， yeah， 所以它的这个协会的目的跟我刚猜的差不多，这是一个很自愿的那一个协助你死亡的一个 charity， again charity 就是公益团体， which he founded 而是他成立的这样子，所以 Exit International， cool。 所以他想要来去除掉移除掉任何种的这一种 psychiatric 精神学上的，好，所以他想要去除掉精神学上的 review。 因为像这个，你如果真的想要有人协助你自杀，你可能还得去人家确认说你没有疯，你知道？像傅达人也一定经过这一个 psychiatric review 来确认说是 from the process allow the individual to control the method themselves， 所以他需要去 remove 这个东西。OK，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想自杀就让他去吧。那你可能会想说，你要自杀，你不用别的方法，你也可以跳楼，你也可以 I don't know 烧炭还是什么鬼的、啊。可是。你可能像我想到这个问题想到这么远，我也不会想要我在死的时候是痛苦的、啊、对不对？所以你想可能说割腕什么干嘛的 ，Yeah， you feel pain， you get a bloody I don't know wrist。那上吊，你看到有时候电影演，哇，上吊在那边踢来踢去，那个也不太舒服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要走 ，you wanna be comfortable， you know in the process。那听说烧炭好像会简单一点 ，Why am I talking about this？ 好，我不应该继续讨论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我在 promote 这件事情一样。不，没有，我们只是在学英文。好，我自己个人以后的想法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啦，所以总之我这人要不要剪掉先不要好了，如果今天被下架了或干嘛之类的被大家投诉的话，那我是我活该。好， but anyway， 好，我们看到这里大概可以了。 OK， 大家 OK， 所以总之这个家伙他就被给了一个 nickname 叫做 Dr. Death， 或许他喜欢这个名词也不一定。 Alright，好，所以我们来这边复习一下。今天的字大概事实上也没有说很多。我把这两个地名常搞错。我刚刚跟你说了 ，Switzerland 是瑞士 ，Sweden 是瑞典。Pod 什么豆荚？好，所以讲豆荚应该就懂了。好，不是前几个礼拜不是有一个那个 Elon Musk 说这个引用曹植的诗嘛，煮豆燃豆荠还是燃豆萁 ？Anyway。所以或许就讲到这个字也不一定的时候，所以 pod 好，所以像刚刚说的这种 capsule 之类的也可以叫做 pod。 还有一个单位词，就假设你今天讲一群鱼，一群鱼也可以叫做 a pod of fish， 所以这里我先也再补充一下好了， a pod of fish， 一群鱼。你可能想说，哼，老师学校教我的是 a school of fish， yeah， 没错啦，所以两个字都能用，一群鱼 a school of fish。对你来说，或许 school 听起来怪怪的，可是真的，这个是高中会教的东西。你相信我，很多高中生都会这个字 ，a school of fish。那现在也跟你说 ，a part of fish 也是可以的。好 ，assisted suicide， 再强调一次，是协助自杀 ；euthanasia 是安乐死。所以你的狗啊，哦，时间到了，年纪大了，你也不想让它痛苦了，那你让医生让它走，那这个真的就是把你的狗杀了。我们没有别的形容可以说，但是你可以称这个叫做 euthanasia。你当然不能指控这个医生 murder 你的狗，因为这是你要他做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算什么？这样好像算是 involuntary， 因为这个狗不见得想死啊。说实在的，好，还是叫 non voluntary， 我有点忘记这两个词的不太同。对， non voluntary 好像是
无啊，呀，应该是你无法取得他想不想死，叫 non-voluntary。OK， 如果我有错，下面的同学可以纠正我。所以 non-voluntary 是你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但总之你觉得他没用，就把他杀掉了。像一个马，如果说是跛了脚，然后不太能跑了，然后主人可能就干脆一头把他头打爆算了吧，啊，让他走吧。所以这个叫 non-voluntary， 你没办法知道他要不要。那 involuntary 则是，他根本就不想要，然后你还是让他走了，这样子 involuntary。像植物人，你如果放弃救他的话，好像就叫做 non-voluntary。而 involuntary 则是他如果真的觉得我不想走，我不要死，拜托不要，然后你来拍谁，我没钱了，来拔管 involuntary。哦，好 ，so depressing 。好 ，anyway， 三个字叫做执行 ，carry out， implement， execute， 可以执行。那它的形容词 executive， 吸收叫做 ingest， 消化叫做 digest。那消化不良有一个名词 indigestion， 这个词蛮常学生知道的。好 ，nitrogen 氮气，所以他刚刚说的这个东西放在里面，nitrogen 会降低 oxygen level， 然后十分钟内你就走了 ，sure。所以 gets the go ahead 就得到绿灯。可以卖了，可以这样的。那我说他想要把这个 design 给所有人使用 ，royalty free， 他不会收你什么版权费之类的。好，讲到这里可以了。我是 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次见。